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名人站 YouTube 频道，我是阿华，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款 Hermes 的 Garden Party。 这个 Garden Party 它的 size 是30来的，它是一个帆布的质地拼起的。它帆布这个位置的颜色，它是做了一个78色海军蓝色，然后皮夹这里它是做了一个绿丝古铜啡。Garden Party 相对来说是比较轻身，同埋佢都會非常之挺嘅，都冇咁容易變形。咁同埋佢呢個皮同埋布嘅色調對搭上嚟咧，係非常之突出成個包包嘅一個整體嘅造型啦。Garden Party 嘅底部咧係做咗一個皮嘅。咁大家都唔需要擔心話呢個位置難打理，因為咧佢其實打理起身上嚟其實都比較簡單嘅。同埋呢個係一個深色嘅配色啦，咁就唔會話容易污糟嘅。咁 Garden Party 咧，相對嚟講喺 Hermes 當中咧，佢就係一個入門版啦。佢實用性都係非常之高嘅，內窿係非常之大啦。大家日常要所需嘅嘢擺曬落去，基本上都係冇問題嘅。咁稍微多少少嘅，大家可以擺埋頸巾同埋一個太陽遮都冇問題啊。日常使用係非常之方便。咁佢會係中間有個筆扭啦，同埋兩邊會做翻一個筆扭，會收細翻成個袋型啦。咁有時大家擺多少少可以開翻呢兩個筆扭位置。咁佢會變咗一個係一個 shopping bag 嘅造型啦。少冇咁多嘢擺就收翻佢，咁佢嘅design 就變翻另外一個梯形嘅一個設計嘅。咁嚟个上身图俾大家睇一睇，咁佢30cm 嘅上身图有几多大细？其实我个人觉得咧，如果大家唔系话翻工摆翻呢个 A4 size 嘅嘢咧，咁其实30 size 已经够晒用噶啦。咁大家可以做一个手腕啦，佢手柄位其实啱啱好嘅。咁可以做一个手抽嘅，手抽就大家可以斯文少少啊，或者系 casual 都 OK 嘅。其实 Garden Party 系非常之易衬，同埋佢系性价比系最强嘅一个系列嚟嘅，我个人觉得。咁30呢个 size 咧，佢系而家市面上系越嚟越少嘅，因为而家流行呢个细 size 嘅手袋啦。咁暂时我哋就剩翻两个颜色啦，货唔多，另外一个系红色嚟嘅。咁嚟紧呢段时间就会系好多人送礼物啦，圣诞节啦。咁大家如果有中意嘅，可以到我哋名人站门市选购一下，睇下自己有冇中意啲咩款式或者咩颜色啦。可以继续关注我哋嘅 YouTube 频道啦，同埋下载我哋名人站嘅 Apps。咁多谢晒大家今日嘅介绍，嚟到呢一度，拜拜。